我最近都在订他们家的菜，我准备把他们家的菜吃个遍，但然后我点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好吃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这个他们家厨师很合我的胃口。不再失眠，和你分开这一天是寂寞的街，留给自己的礼物是流泪，始终没等到明天，从不奢望谁来陪。我细数着那些心碎，和你牵手的画面是寂寞的街，留给自己可对口了。黑夜里徘徊，时光如何再静止，好像你并没走远，点着的蜡烛在熄灭
心里面，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敢面对？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？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？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适合唱凉凉，不是这个特效，别给你们唱个凉凉。们三生三世。
些陌生人。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
惊喜和喜，青草离离，明月也送君千里，等来年秋风起。明月也送君千里，等来年秋风起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清醒，我却抵不过心动。哦，梦里你是无敌的黑洞，我无力抗拒失重。我的觉得我的眉目不适合我，我适合什么样的眉目？去哪里能给我挑一个适合我自己的眉目？眉形，然后照着画。我感觉我不太适合椅子眉。适合什么样的眉吗？你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找不到出口。